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？我是个人类，却从超越人类的角度去看待自己。我希望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。我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。人类是胜利者，可我们却不愿面对人类无法适应自己创造的环境。少时都付笑谈中，无常有常，偶然必有。这世上之人往往无需寻找，他自会找你。暖阳沽酒谢不米，偶逢明月居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骨为无养艳花。总有一天你会站到我面前，听着众人高呼。既然如此，